透过画面可以看到通勤时间的十字路口，骑机车大排长龙。不料实施交管等了又等，众人民按喇叭大声呛虾。一名上班族的骑士实在受不了，突然骑向远景，气急败坏理论。此时恰好勤务告一段落，车辆终于开放通行。台北路大龙路全部都爆掉了，太夸张了！台北国际电脑展四号登场，因为参展的人潮车潮约在半个小时前涌现，警方在展馆的周边道路、南港路一段、经贸一路等主要干道加强疏导，采30秒、120秒的交替频率在控灯。贵宾要前往会场前实施特勤交通管制，民众一次等太久，愤而破口大骂，但也停顿访问。加强经贸一路南北向车流疏导，于车队通过后，立即疏导南港路往西车流。约一小时后，交通拥塞情形获得疏解。警方表示，车队通过后立刻疏导车流，约一个小时后就有获得疏解，强调将持续精进交通疏导程序，让活动车流顺畅，也不再引发民怨。